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北京的马云鹤。我是来自台湾的李俊廷。这次呢，很开心呢，能够邀请到北京的笛子演奏家马云的妹妹马云鹤。好，大家请看我手上的中国竹笛，这是我的专业，但排箫是我目前非常热爱的第二专业。这次也非常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台湾，和我的俊廷兄一起为大家录制这部音乐视频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录制这样的作品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多多支持，谢谢，谢谢。Oh yeah, oh yeah, 卡。